里头有 ASMR 节，有个吃的就行，第二不太实。时尚旅游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真。骑马，还有跳锅庄，夏天的话去山上去玩，有很多不一样的花，特别好看。里头有 ASMR 节，还有摩崖大草原、扎尕沈山，还有很多。好吃的有酥油和人参果一起，酥油和人参果一起。对，搅拌。人参果没那么大，人参果很小，还有可以和酸奶、和牛奶，还有酸奶和米饭搅拌一起，还有很多。和弟弟还有我的朋友，我们登过雪山，那个雪山叫四姑娘山，阿坝州那边的。一会儿戴的耳钉，还有这个项链，全部都我经常戴的。护身符，经常戴这个护身符。我自己经常会做一些炒饭啊、炒菜呀、还自己煮一些火锅，有个吃的就行，第二不太吃。米饭、珍珠。跳舞，山，没什么区别。民族服装，这个的话是我的家乡。这个我们去武汉的时候去黄鹤楼的。时尚旅游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丁真。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几张我的照片。比如这个的话，我们去成都，然后我们回礼堂的时候，路上下雪了，然后路边有一个那个牧场，风景特别好看。然后那里有一个自行车，轮子坏了，然后我随便骑一下。这个我们去武汉的时候，去黄鹤楼有个雪糕，然后我们随便吃尝一下。这个的话是我的家乡，雾特别多，然后我随便拍了一个，这样的。这几张照片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，祝大家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、吉祥如意、斋戒天天。